这画面不一定就是你非得画里边画一个摇滚乐或者画一个吉他贝斯，就是摇滚乐的那个气场你要把它带到水墨画里。以当代水墨新水墨这个名义出现的这些作品还没有现代的传统的甚至这个古代传统绘画来的当代，所以我觉得这很奇怪吧。新水墨、当代水墨装饰画比较多，和社会现状发生冲突或者去描写社会现状基本上没有，当代油画做的是比较好，尽管有模仿，但是它也我觉得成功的落地，就是油画里边反映中国包括文革的伤痕的方面，还有80年代、90年代社会现状，画油画这批人有很好的反应。但水墨画呢，这两年水墨画比较弱，但是我冷静观察一下，当代水墨和当代油画相比，当代水墨的当代的成分和程度显然是非常不够的，因为当代水墨这些作品里边有很多和现实无关，这无关呢，我不知道是艺术家有意躲避现实呢，还是没有能力介入现实。一个国家是一样什么样的状态，军队就是一个这是国家社会状态的一个浓缩版，就在这里边出现的人呢，我觉得可能爆发力更强一些，因为他在那儿他在这个小的环境里边相对来说他这个矛盾会更加突出，所以从这里边出了一些人呢，那反叛性也好或者是他非常强烈，因为他要比整个大的社会还浓缩，还夸张这个很多矛盾。因为我后来从部队出来的时候，我到现在就是我经常会这么觉得，哎，我现在10点多、11、12点，我还在街上晃，真的好像很自由，这就已经造成我一生都是这种状态。因为有时候我经常不知不觉，你看，那会儿想出门我就出门，我想起想几点起就行，你看10点多我还可以，这没有当兵的人他不觉得这是自由，这当兵的人就哎呀行，真很不错了，这没吹号没把我叫回去，就很好。
都是问我说你画这些人，老师也很胖，很圆，哎呦这。其实我当时我跟他解释，我说到这是一个真的，就是我胃不好，就是我胃不舒服，但是我看不了人，包括任何景物是带尖的，就见棱见角的东西我看不了。我说这是属于完全个人的一个点，我只要画圆的东西，我觉得比较好。如果你创作，包括那个写作也好，如果你写一个悲剧的故事，应该是一个以一种喜剧的形式来描写。比如说余华写的那个《活着》，其实是一个悲剧，但是他以这个喜剧的这个形式来推出来，所以他的力量很大。如果你要是悲剧，就再加上悲剧，那观众或者你读者简直看完就没法活了，而且别人也没有阅读感，不想看了。所以应该是用换一种表达方式，但是我这个里边我说的主题是关于一个痛苦的故事，或者一个就是一个反思的这么一个过程。为什么？就是艺术创作，它应该是以创作者的怎么说，创作为首要的，它不是以这个市场为主导的。就是你如果艺术家选择回避现状，就是画一些市场上喜欢的好卖的，那么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就这个现状，大家就是努力的去挣钱。但是我认为，就是艺术家去挣钱的话，好像这因为这行业它不是挣钱的行业。你在这个行业，你如果想挣钱的话，那我觉得您这选择错误。我觉得画画是，我觉得是凭的是兴趣。就是我画画的话，我很闲时候就挣钱。就是我有画画这个欲望，就是到现在画这么多年，很多创作，16个系也画了。300-400张号，但是我觉得我的兴趣还没有过去，我还希望能有更好的东西出现。我觉得这是兴趣，并不是因为说它能给我带来什么，我觉得完全就是兴趣造成。